郭德纲的人缘差是出了名的，但是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仅限于相声同行，毕竟现在德云社有着 number one 的地位，谁都撼动不了，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人缘差了。而且郭德纲亲自说过一句话，无黑幕不得云，算是自嘲，但也是实事求是。我们有一句属于咱们的名言，不知您记得不记得，您说无黑幕不得云。德云社这十年来所参加的喜剧节目最大的黑幕您知道是什么吗？最大的黑幕就是德云社不能夺冠。哎，夺冠就容易被人说是黑幕，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让的过程当中。无论是哪个节目呀，只要是有德云社的演员在，永远离不开黑幕。只要郭德纲的徒弟得了冠军，那一定被说黑幕。但是最近郭德纲的一个新节目肯定不会再有人说了，因为这可是央视主办的节目。10月9号，中央电视台正式官宣了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《金牌喜剧班》，面向全球发布了招聘喜剧人的招募令，还邀请了郭德纲去担任导师，而且啊，还给予他首席金牌导师的这个称号。此事一出，瞬间引发各界热议。今天德哥就和大家聊一聊郭德纲和央视合作有哪些好处，又代表着哪些特殊的意义。要知道郭德纲和主流相声界不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这一路走来啊，除了艰难坎坷，更是没少过质疑，成功过后更是被换上三俗的名头，更多的是被所谓的主流相声所看不上。但是无论外界的质疑还是抨击，郭德纲都不曾放弃过，一心只想着将相声发扬光大。他的坚持并没有付诸东流，他将德云社打造成了世界相声第一团体，几乎垄断了商演市场的90%，将相声传遍了千家万户，走进了年轻人的世界，将徒弟们培养成了各节目的常客，徒子徒孙遍布全国各地。而且这次受到了央视的青睐，邀请他担任导师，还给予他首席金牌导师的这个称号。你把它弄好了可不容易。对啊，你说让观众哭啊，让观众如何如何都很容易，让你真发自肺腑的开心，这个有点技术，这需要点技术。同台的三个人虽然都是金牌导师，但是在名字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，郭德纲和喜剧之王陈佩斯两个人却是多了首席两个字。要知道陈佩斯在喜剧界的地位可是无人能及的，影响力甚至在赵本山之上。这次央视邀请郭德纲以如此身份亮相央视舞台，算是变相承认了郭德纲的喜剧地位，他的能力得到了央视的认可。其实要德哥说，相声并没有主流不主流之说，谁能够说出让观众喜欢的相声，那就是好相声，而不应该是某些曲艺协会领导来判定谁是主流。如今央视请郭德纲坐镇当导师，就是因为郭德纲的市场号召力摆在那里，而央视不拘一格善用人才的做法也势必会让此节目大火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外界一直传言郭德纲和央视有矛盾，这事儿是没有什么实证的，因为2013年郭德纲本人登上了央视的春晚，和于谦表演了败家子儿。在2014年到2020年之间，德云一哥岳云鹏早已和央视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多次作为春晚的唯一相声节目登台，就算有点小矛盾，哎，那都多少年过去了，没必要再纠结了，这次也算是破冰之旅。郭德纲登上央视，其实对于相声行业发展来说也是好事儿。德云社和央视如果能长期更深远的合作，估计会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爱上这个行业，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，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更高境界。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，这次的节目到目前为止学员还没有全部公开，德云社是否有演员参加还是个未知数。但是目前已知的人员，郭德纲的徒孙高鹤彩徒弟张玉和霍星辰赫然在列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肖乐会相声社的一名相声演员，我叫张玉。我是来自上海肖乐会的相声演员霍星辰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
在你们演的时候，两位老师一直在笑，而且刚才一直在夸你啊。哦。这个我需要做一个介绍，我有一个徒弟啊，叫高鹤才，他从德云社毕业之后呢，到上海去发展，成立了这个萧乐会。这两个人呢，是我徒弟的徒弟。啊。哎，所以我们之间有这么点渊源啊。他们俩是我的徒孙，我是他们的师爷，然后这两位叫奶奶就好。啊。这两位叫奶奶就好。啊。不再晒出金牌喜剧班选手的大合照中，郭德纲评书门弟子周培岩也身在其中。如此专业的导师阵容和央视大舞台，只要是有真本事的演员都不想放弃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再次提起郭德纲的那句话：只要德云社演员赢了，那一定是有黑幕。相信郭德纲和德云社应该也想证明下自己，毕竟在央视的舞台上赢了，谁还能说德云社黑幕啊？难道央视也在包庇郭德纲吗？之前有媒体就金牌喜剧班这个节目对郭德纲进行了专访，郭德纲不但透露了节目赛制，自己的评选标准，还数次大夸央视，说果然是大平台大风范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内定。之前参加了那么多档节目，内定的说法没听到多少，因为郭德纲和德云社背了所有黑幕的锅，欢乐喜剧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自第二季到第六季，郭德纲一直担任节目的主持人，例如岳云鹏、张云雷、郭麒麟、张鹤伦、孟鹤堂、烧饼，哪一个都没有逃脱了骂名。而同样是郭德纲担任导师的《我为喜剧狂》一二三季，到第四季的时候换苗阜担任了导师，那一季青曲社的选手也不少啊，也没到有哪些人说黑幕的。但是因为没了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加持，收视率骤减，最后的结果是第五季至今哑无音讯。难道只允许人家参加节目而不准人家拿名次吗？实力在那儿摆着呢，难道为了不被黑降低自己的表演水平？相声有新人孟鹤堂荣获冠军一样没有少骂名，这也就不难理解郭德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真正的黑幕是德云社的人不能参加，成绩好人家说你黑幕，成绩不好人家说你水平不行，简直是大型双标现场啊。这次的金牌喜剧班有央视的名声镇压，还有郭德纲事先透露的无内定，徒弟们再参加应该可以给德云社证明了吧。如此看来，郭德纲登上央视舞台算是互利共赢，是有德云社的人气和郭德纲丰富的经验，一定会收视率爆棚，而对于郭德纲来说也是向脱离三俗更进一步。大家对郭德纲此次央视的合作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是德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